台体大标枪好手李慧君以及杨燕宁近日在公开女子组标枪项目，分别以50公尺59以及48公尺08带回1金1铜。女子标枪全国纪录保持人李慧君刚结束亚锦赛赛程，过度疲劳也影响了今日的表现。礼拜四晚上到，对，然后就直接回国去，然后练习，然后就昨天下午到这边，今天还蛮疲劳的。然后越丢到后面就越丢不上来，就速度一直跑不上来，跑不太动这样子。其实也没有达到我应该有的水准这样子。今日陈干跳高战场，沈怡如和吴佳如跳过4公尺05，打破高悬14年的大会纪录。两人接连挑战4公尺21，盼能打破由吴佳如所保持的全国纪录4公尺20。可惜最终皆以3跳失败作收。我觉得这是就一定会破，因为我现在很稳定在4米，每场的目标都是全国纪录，就是这次比较可惜一点，比较有机会，就很不足了。没过很可惜，因为我已经挑战那么多次。今日公开女子组100公尺跨栏项目，台师大谢喜恩以及国体大郑唐秀分别缴出13秒52以及13秒62，双双打破大会纪录。记者蓝琪、龚万林加一报道。